是，今天呢给杨和苏准备的纯净水，然后椰汁，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龟下的咖啡豆。 今天会用手冲的方式去淬它，明白？因为你是健身达人，所以让你这样，其他人来我们都知道他们没有这个力气。嗯，他们这个力气都没有，没有没有，像满舒克这种我们就不给他，这样他拿机器。满舒克被黑的最惨的一批啊，今天是。原来你这个力气都没有。开始吧，好，交给你了，交给我，交给我，交给我。看一看满舒克，健身8年，果然不一样，这么大，就是不一样。 尴尬了，果然如此。不是这样的，相信我啊。我们俩闭嘴。这个呢，我们下一步啊，是把这个水要倒到这个里面啊，这个杯子啊，然后呢，倒了差不多这个位置啊。接下来呢，因为它是冰咖啡嘛，是，我们就要把它冷冻起来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我昨天晚上准备的，为了我们今天能够把这个顺利的完成。 把它倒进去，把那些东西给它过滤掉。对，Amazing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过程呢，怎么回事？会比较缓慢啊。2000 years later。好，下一步啊，椰奶往里面倒进去，差不多了。然后接着呢，把这个冷萃倒进去，搅拌一下。我一定要好好证明一下我的这杯咖啡。 你觉得自己会打多少？挺好的，我觉得。所以你的咖啡已经完成了。完成了。啊，那要为属于杨和苏的这一杯咖啡来取一个它的专属的名字。好，这个咖啡就叫做小杨教练。小杨教练。既清爽又能体现出猛男的属性。哇哦，小杨教练。那小杨教练要为自己的这个饮品来配一道点心或者是甜品。 好，挑选了一个巧克力慕斯蛋糕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在这边呢，我们杨和苏的专属套餐已经完成了。